好料，伊还无一遍，要食来200块二三号，还食好啊无？我问下200块好啊？200。无啦，啊两包啦，来啦，是当十二秒的啦。咧甲你讲是当的，无咧甲你讲迄落的啦，挂水的啦吼。哎，200块二三号，怎么食？哎，即摆蚵仔外口一斤上起码爱200-200啦吼，你来了解哦。蚵仔外口咧一斤是200-200啦吼，头个问者，佫就是200块一斤好蚵仔，头个就是200块蚵仔，小食两块一斤好蚵仔200块，反正差价伊时啊都好拿无，我伊时啊，哦，卖差侪啦，伊时啊剩差三斤多啦。好，佮要食来，我就是200块一斤好蚵仔200块，甚物食袂？我问一遍，蚵仔200，我问侪无？蚵仔200，无吼，蚵仔200块，我问差好问一遍，我差价伊时啊煮只面煮只汤诶吼，200。来煮两包来倒来，我再问一下好来。我讲想要吃，无可能就吃200块出来倒来。两包是重斤半重，咱讲是重啦吼。我就吃200，想要吃啥？好啊，200块，来要吃200。好啊，200块，无吼。好啊，200，无要来哦。我要吃小鲜肉面，你听我讲面好不好？好啊，来面饭啊。迄个我讲来啦，来啦。我等下一个人，迄个我再讲一下吼。迄个秘制鸡排是倒边啊？我问一下吼，迄个鸡排食吼，物件拢爱找啦吼。我不好意思啦，我问一下，蜜汁鸡排啥物事啊？我招一遍好好无？蜜汁鸡排，只你捌听过无？蛮好啦，我讲来啦吼。蜜汁鸡排有咧食也吃也唔才会知，你有咧食也吃也唔才会知。我讲吼，蜜汁鸡排做了物件好无？你等于在鸡排食的，微波炉气炸锅烤箱，用火烧用火烧就好食。你这已经食的啊吼。我讲也吃咧袂做蜜汁鸡排偌济。一袋80啊，好，一袋80块。我买个啰嗦，这一包几袋？一包一公斤，一公斤装的五袋六袋无一定。我讲真个来，这边倒来，我买讲十几块，买讲一包卖偌济？卖500，好不？哎，卖笑，也只一袋只80块嘞。我这是真个来，我讲真个来，买讲卖500，卖400，开300。我问一下，要做无？蜜汁鸡排300，我一袋倒300，无要，300无要，你也无来，那就做无，一个来倒，只来使啦，吼，200块，吼，200块。来，要吃蜜汁鸡排无？我刚刚就是200块，就是200块。你吃鸡排，我就是200块，就是200啊。我来吃这个物件，我问一下，蜜汁鸡排，我就是200块，就是蜜汁鸡排。冇用，好难，我要上班。哎呀，活的，熟的啦，我只要是活的。蜜汁鸡排活的，我就贵嘞。那讲真的啦，我就是200块，准备吃200，还没来，我来接来。是的哦，来，我问一下，好来啦吼，来了，我招一两百，我只下200，哦，来，要吃来，我哥招一两百，先吃200块，咱们吃好，好，200块先要吃200，剩好200块，无啊，你莫看旁边来，我问一下，200，好来，旁边来，来，这里，我再问一下，来，好来，来了，我讲啊，来，这里，我问一下吼，有人要吃这虾仁无？虾仁卷。好，真钱好食，讲了，真钱好食，全好啊无。好，真钱好食，全好啦。你像我讲，这条袂话题，60-80无重要，两条三条就只来，三三一个就只200块，全好200。我们这200块真钱好，你来200。你讲吼，现在就是话题啊，我话是这样吼，快讲来啦，就这样没有了，200、150，卖啰嗦是3条，100块来得100块。来，100块来得100，来不起来。来一百，来要吃来，来一百，来要吃来，来一百来，要吃来。Hello， 红烧鱼皮有啊无啊无，来一百来，来要吃来一百都，100块这么吃多少钱？没有了，这个100块是吃的，多少钱？这个来。Hello， 我这么钱来，好。Hello， 我这么钱这么吃不得啊？啊，这个是贡丸，贡丸煮汤好吃好不好？贡料啊，卖贡好不好？不要讲了，好，不要讲了，煮汤嘛，对不？好，然后今天来，好，这包卖话这边300块200块就好啦，不要是讲好就少就好啦，200卖400，好不？200卖400开300就来，我吃了300，你也过来好不？不要讲话就来，好来200吼，我们吃200块先吃讲话200死啊啦，好，我们吃，讲话要吃好就吃200块200，其他只讲话200块，好，你不要讲话这么吃200块就200，冇用，200块冇咩系哦，来我讲，先咩系哦，好来200块来，200块来200。我问一下吼，我是讲话的无？一样是200块来，都讲话200块，我就是200块，怎么来着？反正做物件，我就是200块赚200。无哈，你们看旁边来哦，头过来，走过来。哎，过来，等下我问一下，有小家庭的无？有小家庭的吗？大姐，你小家庭的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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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早就放弃我，看我今天来，放不起，我小价钱，保证放起来，那就来就买得了。哦，小价钱不要勉强，要事先跟我讲。哎，在里面，你在里头啊，都来，看我这边吃饭，买吃不？大哥来吃饭，都吃饭不？好像不起来呀，没起来，保证就保证，回来不？一百块，走哈，回来就回来。哎，对，我这不起来，来，好啦，不要管他，继续买，继续买，回来我问你来了哈，我来没吃不？哎，对，快点给我接来，好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我这是老好的，吼、哦、老好的，你回去啊，你到电锅啦吼，全到电锅啦吼，有电锅人，你用电锅来切，好小顿在吃啊。那个今天来嘛，我讲就是这个汤，吃起的，那个汤，我讲来啦来啦吼，你吃完就对了，我讲吃过来，我叫啥？我讲你叫红烧原体啦，卡口，贵你阿妹，这你听有吼？我贵阿妹卡口啊，我你听有啦吼？那我讲就贵，我阿妹个啰嗦来，你即马讲买地吧，只要。咱即摆讲者，你若要二万一斤啦，咱免百啦，咱免百八，啊，较随性来百五，啊，就无咱讲真正好来，我讲来，再讲一只来，哦，这几粒的，拢甲恁老平平，一粒1.2公斤，1.2公斤是偌济？两斤咯、哦，哦，这粒一粒就两斤重啊！你听我讲一句哦，哦，两斤重是袂倒来，我讲来啦。今仔有时要食烤鱼，有无？等于电锅用火烧，卖过一斤卖恁百人，还是只能开始400几块，绝对走袂起来。我招8个人就好，好无？8个人，卖讲互你开400块，开400，300块一片好无？300一片，拢300块。他们就这样子，1.2公斤啦，两斤就对啦。我10重，是重，两斤重还是300块？哎，讲300，咱就这物件无？300就是300。哦，我讲这还好啦，今仔想要食啥物？呀，有啥物在迄落卡号的？我讲两斤重，两斤足重啦吼，300。啊，即摆起码几多钱？恁知知无？明年贵，要到即摆搁你去。那讲真个来，我卖讲水煮来，300，伊也无来，等下食看卖卡号啊。来，200块，来食无？200块，200。我讲两斤重个卡号，我就是到啥物食？200块，200块。我问下200块卡号啥物食？200块。靠腰，我袂几落千条，几落千条起来袂？咱讲真个啊啦，好，来，我问一下来啦，好来，要食我招一个200块摕落200块，啥物食地？我问一遍，无吼，卡号200块无要爱吼，好来，无进来，来，再多来200块，来，我问一下吼，卡号搁啥物食啊？我搞招一个200块摕落200块，卡号200块，无吼，来接下来，哎，两斤重个卡号200块，到底选啥？咱讲真个啊，就是。咱个白的，这是咱个叫我经营来的，我无得白了。咱个白是做啥了？你当白干是拢吃白啊？咱个真个来，好，快走，卖了收，搞就是了嘛，就是200块，来就收无？快200块是不啦？卡号。卡号200块啊？卡号。啊，刚刚出个账户啊，好白啊。那刚刚出个账户，我讲是小啊。来，下人 OK 来，快点送钱啊！下人 OK 来。你都排队了吗？来，迄啰，我讲来啦吼，黑人要食三排，要搁挂大粒头，吼，大粒头难呢吼，吼，四号食，青号食，之前做凤梨虾就青号食四排，只三排就对啦，剩我三个，卖讲啊，吼，黑人啊，另外包哦，好啦，之前做凤梨虾就一块300块卖，就出来300块，来，还要食来300块，都300块，来300块，都300块来，要食啦，来，吼，300块食四300块，就卖都300块，来，剩下300块，都300块，要食啦，我讲来啦吼，要食来，好好就食300，就300块。我吃黑鳞不？我只讲包尾吃，好就吃300块，好啦。要吃黑鳞不？好吃好就吃300块，好吃300块，好吃好就吃300块，好吃300块。要吃黑鳞不？好吃不吃好就吃300块，好吃300块。要吃来，我讲就吃300，吃300块。无啊吼，300块无啊吼，好来就过来，时间要几摆剩过来，慢来慢。哎喽，我只问一下，来吼，我就这样来。排骨吗？铁路排骨爱吹，哎，我只哎，好好食，等一下铁路排骨好不好？哎，大家等一下好了，我只问一下来，迄个这样这下面食这样，沙白鱼、红毛，水好食，青好食，好来我白啦吼，有青无青啊？我只咧，看伊目睭就知啊。沙白鱼做好了，只要看几工目睭就反行啊，就袂倒来。我讲好来啦吼，即尾量偌济？即一尾金黄一条鱼啊，300、200袂倒来，要食来。哦，2尾起卖400，开300。我问一下，300块先来出300？无呀，来一个来倒来。要食300二啊个一片好无？要食沙白鱼无？3斤偌重一个来，200多200块。
要吃来，我就是两百块，好来两百块，我弄一两百块，再吃这两百块，好来两百，要吃来。好，我就是两百块，好来两百块，我弄一个就是两百块，再吃这两百，好来不两百。哎，你先喊我。来，来过来。不会的，来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带你带你回来。好，孟姐哈，为了收来五包来，两包出来吃两包好。哎，来不来？两包，两包好来，两包来，收起来。我收起两包，我收两包好来，收两包好。他们交就是两包，收两包好。再交就是两包，收两包。没吃这包，两包快吃啊！包括上个全饼，没吃包就是两包，我收两包好。不然我收回来，因为我不爱吃外边饭，外边饭。哎，我叫孟姐来呀哈。来，这个收来一千八。好，师傅有钱啊！吼，我全部是主张主媒，他先用钱的，知你好不好？伊遐的青包，我全拢无钱的对啊！好啦，要吃我几啊来倒啦，个面先生同意袂害？哦，塑形包就是真空包装的啦，就是他做我安尼讲的有无？你若真空包装的物件，放咧冰箱冷冻，卖讲变个冰变个退，会使放咧三年袂害咯。卖讲真咧退倒啦，卖讲一包卖300卖200，伊我来再全部几包啦吼，两包卖400。好，两包卖400，开300，开一个就袂害，两百块来倒两百块，还是倒啦，不行。好，不要讲了，我要求求你帮我减账，小弟，那么快谁知道？师傅一你计划求求你帮我减两百，是不是，小弟？那么快？冇哈，两百块冇咩哎呦，交回来，是交不回来？嘿嘞，铁路排骨 ，OK。哎，等一下。我爱金龟的。等下，金龟的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来，有小家电的无？来，一百块有无？我要试一下看卖，无钱的。靠腰啊！的节律，你回，打乱我的节奏，哎，打乱我的节奏，哎，回来金华里。啊，再碰一下嘛啦。好啦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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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他们简直吃不下去，半块买一百块钱吃了。